山寺那个翻译经典委员会，那么从事这个翻译佛经已经有啊5年了。在这5年的期间，从这个不会翻译经典长成了会翻译经典，不但会翻译经典，而且还翻译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啊，上合佛心，下契众机。那么现在啊，回者预备开一个翻译经典委员会，你不论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每一个人呢都提出来一些个意见，对于这个翻译经典应该用什么方法能把它翻译的圆满。那么由今天开始，每一个人呢把自己的意见呢写出来一个记录，写出来啊将来会有用的，就写自己的对于翻译经典的看法啊，怎么样能做得尽善尽美，怎么样能翻译出来这个经典，令啊西方人啊能以发菩提心啊。这个现在啊每一个人写出这一个意见书，就提出来多少项目都可以的啊。那么写出这个将来是有用的，这是很要紧的。别和你们讲笑，你们各位啊想对佛教有所贡献的，那么就应该提出你的意见的。俺们现在是科学时代，佛教里头啊翻译经典应该用什么科学能以啊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这是清净会明成天王成佛威力普观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中而说颂言，而时当大湾说到兴许因妙庄严天王得到这个放光现佛三轮奢化解脱门的时候，又有一位啊叫清净慧明成天王，他有清净的智慧，是非常有名望。这个天王成佛为例，他承借着啊佛的大威神力，在这个佛的法会里边，所有的会众都是啊成佛为例啊，不是啊说他自己的力量，那么这借佛的力量普观一切，他有啊
普遍的来观察守静止，有一个天呢叫守静天，又有一个天呢叫无量静天，又有一个天呢叫遍静天。这三天呢不是仅仅就这三天，这三天又分出来呀、有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众这个天上的众啊，就是天上的人，耳说颂言，那么说出啊几句偈颂来，称赞呢这个佛。了知法性无碍者，佛现十方无量差，说佛境界不思议。令正痛归解脱海，了知法性无碍者，谁了知法性无碍呢？就是佛，只有佛明了一切事出事法，世间法和出世法，这一切诸法自性是圆融无碍的，普现十方无量差。那么佛啊明了这诸法的自性是圆融无碍的，那么他以啊他自己所明了的，又愿一切众生也明了啊这个法性是圆融无碍的，所以啊他就普现到十方诸佛世界去。那么凡夫以为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佛出现于世，其实啊十方世界同时啊都有佛出现于世，所以说普现十方无量差，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诸佛的刹度，说佛境界不思议。那么佛呀说法教化众生，令众生啊他明白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令一切众生啊同归解脱海，使这个十方一切众生都啊得到觉悟，他以自己所觉悟的这个道理来教化众生，令众生也得到这种的觉悟，这种的觉悟就是解脱海。如来处世无所依，譬如光影现众国，法性究竟无
升起，此圣见王所误入，所入门。如来是佛啊，这十种名号之一，也就是啊佛的一个别名。如来也是佛啊，有人说如来佛啊，他不知道如来佛是哪一位佛啊。其实啊，十方佛都叫如来佛啊。这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处世，处世啊，就是啊，如来在这个世间上居处，到这个世间上无所依，他呀没有一定的处所啊，没有一定的教化的国度。为什么呢？他所有的国度，十方的国度，都是由佛来教化。在这个《梵网经》上说，说我来此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八千凡，已经来八千次了，所以有的外道说是哦，佛呀，释迦佛是第十次来，第十次，真是愚痴的说话，你有什么证明？那么说他来了八千次，又有什么证明呢？这个证明啊，不需要的。为什么呢？佛不答妄语，佛说了，这是真语的，实语，如语不妄语的。那么其余的外道，他说佛呀是第十次来，这是简直大大妄语。为什么呢？他这没有根据。外道的论师啊，他是讲出一个道理，但是有没有根据他不管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呀，到这娑婆世界，就单单这个娑婆世界就来过八千次那么多。所以才说譬如光影现众国，佛为什么无所依处呢？他没有一定的执着的国度呢？就譬如啊，这光和影普现众国一样的啊，普现所有的这国家一样的这个道理啊。这光影啊，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不必啊再重复。法性究竟无生起，这个法性的本体究竟处没有生没有灭的，没有生没有灭，也没也不垢也不净，也不增也不减。此圣见王所入门，这个道理呀，这是圣见天王他所见到的这种的法门是这样。
你看看佛只是啊一位佛或者十方佛，那么这个所有的天王他所见的所赞叹佛这个偈颂各有不同，各有各的见处，各有各的悟处，各有各的所得啊。那么用他所得的这种的法，所悟的这种法来说一个偈颂，来赞叹佛啊。那么天王都赞叹佛，何况我们人呢？所以我们人间有一些个外道不知道自量啊，来毁谤佛，这真是啊啊，好像仰面托天似的啊。将来呀，这个所吐出去这个吐沫呀，还要掉在自己的面上，怎么往天上吐吐吐沫，这叫仰面托天啊。将来啊，这个自己的所吐出这个吐沫还要掉到自己的脸上，就是自己侮辱自己啊，就是一个奇怪的怪物啊。以前呢，这个人说是地震啊，这个人家都相信了，每一个人都相信这地震，就在三藩市跑了。有一个中国人很有钱的人，他有$1,000,000啊，在欧克伦住，住呢听说三藩市要地震，大家乌克伦也是都在这个地震范围内的，他就跑了，夫妇两个都跑到林诺去，跑到林诺，你说怎么样啊，这是想逃这个避免死亡，我走到半路上撞车啊，夫妇两个同归于尽啊，要不逃跑啊还不会死，这一逃跑死到半路上，剩几个小孩子没有死。那么说不地震啊，对他说不地震，那么虽然说没有地震，现在人还不相信这个不地震啊，说哦，这不过你就你说不地震，这不过就是本来就没有地震，你当然不是你说不地震的力量，他不相信。那么你说地震这个事情他就相信，你说不地震他不相信了。那么就是没有地震，四号也没有地震，十三号也没有地震，他还是不相信的啊。他说你是碰上了，碰上这个不地震了。可是三藩市由于1968年就是地震，1969年又说地震，1970年也说地震，1971年也说地震，1972年又说地震，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地震。但是啊，俺们讲不地震，他也没有人相信。哎，有一个人说我相信，你相信没有用的，你一个人相信有什么用？无量劫海修方便，途径十方诸国土，法界如如常不动，寂静得天之所无。无量劫海，
佛啊，修成佛，不是在一生一世能修成的，是在无量无量这么多的大劫，好像海似的修种种的方便法门。所以说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三期就是三大恶僧期劫，一个恶僧期劫叫无量寿，那么三个大恶僧期劫，三个大无量寿，所以说呀叫无量劫海，计算不出来呀有多少个大劫了，所以叫劫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佛呀修种种的方便法门，修这个六度万行，不能舍的能舍，不能忍的能忍，不能让的能让，什么不能舍？这个生命是最不能舍的啊！这个行菩萨道舍这个头，舍眼睛，舍这个脑髓，舍果城，舍妻子，这些个都是不能舍的，但是要舍，不能舍的才要舍，不能忍的要忍啊，不能受的要受。好像佛为蛤蜊王隔解身体，这蛤蜊王啊，把佛的手足四肢都给剁去了，问他能忍不能忍，他说啊我能忍。那蛤蜊王说，你能忍有什么证明啊？你这只是说说而已呀。啊，这个忍辱仙人就说，我呀如果不能忍，我这个四指断了就是断了，我要呢真是能忍的话，我这个手足啊还能恢复入故，还能忍完全长上。说完了这话呢，这个手足剁断的手足又都啊长到一起了，那么也证明啊他是能忍。佛在因地修行啊，舍身喂虎，那个老虎是最恶的一个野兽，他能以啊把自己这个生命舍了去喂老虎去要是众生的思想去啊，你这个老虎这么凶恶，饿死快点死了，世界少一个祸害，少了一个恶兽，这是最好的啊！快点饿死那最好了，
但是佛的思想就不是这样。佛呀、这个老虎要饿死，我把我身体布施给他了，布施给他来解缘，和他解缘啊，割肉喂鹰。这个鹰呢想吃巧鸟，这个巧鸟跑到佛的这个地方躲避啊，这个鹰啊就说你救巧鸟，但把我饿死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在阴历释迦牟尼佛就把山上的肉都割下来喂这个鹰。你看这种难行能行的这种苦恨都叫方便法，这叫无量劫海修方便，普净十方诸国度，普净十方诸国度。它普净就是庄严啊，清净十方国度，既然清净就是庄严啊，庄严诸佛国度，法界如如常不动。这个法界啊，它是如如的，如如就是不动的意思，所以说如如常不动啊，它没有这个变迁。寂静得天之所悟，这个道理呢，这是啊寂静得天王他所明白的这个佛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众生愚痴所扶障，盲暗横居生死中，如来是以清净道，此须弥云之解脱。众生就是你我他现前的这一切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有种种的这种因缘聚合到一起而出生，所以叫众生。这个众生愚痴，众生要是聪明，他就会按正路上走，因为他愚痴，所以他就要走啊这个不正当的路，要走啊这个邪路，不走正路。你给他说正法，他不相信；你要给他说一个邪法，他就相信了。为什么呢？他是愚痴嘛，所扶障。为什么他愚痴？因为他不晓佛法，一天比一天愚痴。你要晓佛法，就会一天比一天聪明。聪明就没有浮障了，愚痴就有浮障。浮就是遮盖，障就是障碍，有一种东西遮盖着它。什么遮盖？就是愚痴来遮盖。
什么遮盖它？就是一种业障，业障来遮盖它。这个业障遮盖着，就不容易得到解脱。这个遮盖浮障有种种的遮盖，种种的浮障。那么现在那么举出一个例子来呀，讲这个浮障。什么例子呢？咱们说一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子罗侯罗。这个罗侯罗啊，他发愿呢，每一位佛出世，他就要去做佛的儿子。可是啊，他的福障很重的，很重。咱们中华呢，他在他母亲府里边住了六年，人家怀胎都是十月啊，他母亲怀胎他六年。这就是个浮障。罗侯罗是梵语，翻译过来就叫浮障。为什么他有这种浮障呢？在母亲肚里住了六年这么久呢？就因为他在往昔呀，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很顽皮的，很顽皮啊，他看见个老鼠的窟窿啊，他说哦，你这个老鼠在这个地方，看着老鼠就跑到那个老鼠洞里边去了。他把这个老鼠的洞门呢用一块砖头就给顶上了，用一个先用一个木头啊，放到这个老鼠洞里边，然后外边又用砖头那么给顶上的啊，一顶顶了六天，他想啊，哎，打开这个老鼠洞看看喽，看看这个老鼠有没有饿死在这个老鼠洞里边。他就把这个老鼠洞啊又给打开了，打开这个老鼠就跑出来了。因为他造了这么一个业障，把这个老鼠给圈到洞，堵到这个洞里边的六天，所以他出生啊，在今生啊出世的时候就在母亲府里啊住了六年，啊，有这种的福障，造了这种的业就受这种果报，啊，并且还障碍他的母亲。他母亲怎么样呢？本来啊，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耶稣陀罗结婚的时候，耶稣陀罗啊就和释迦牟尼佛要儿子，释迦牟尼佛啊只用手这么一指啊，这个罗侯罗就怀胎了。佛啊去出家，在雪山坐了六年啊，罗侯罗出生的时候啊，
这一般十种啊，就说这耶稣陀罗不是一个好女人了，没有丈夫怎么有儿子啊，这六年佛去修行，怎么会有这个有孕。于是乎啊，就说他不守规矩了，不守女妇女的规矩，将用火把他烧了他。这个耶稣陀罗啊，在这时候就是发愿说，我呀，如果我要守规矩，我跳这火里头就变成莲花，这火里变成莲花。我如果要是啊犯规矩了，没有守不守妇道，那么就应该被火烧死。那么他怕这个石种啊，就挖了一个大坑，他们里边呢隆起烧起火来啊，也要把这个耶稣陀罗活活的烧死。人这个罗侯罗，那么耶稣陀罗抱着罗侯罗往那火里一跳，果然火里就变成莲花了啊，就这么样的，这证明耶稣陀罗是啊严守妇道的，没有犯呢这个妇女的规矩。虽然有浮障，但是也把这个障碍都打破了。这是浮障。盲啊，就是没有眼睛的。盲啊呢，就是又聋又瞎的这一类人叫盲啊。听也听不见，是看也看不见。横举生死的重，什么叫盲啊？俺们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姓张姓李姓王啊姓赵啊，不知道是姓什么，糊糊涂涂来的，这叫盲啊。死了也是不知道，糊糊涂涂的，这都叫盲啊。所以盲暗横居，常常住在这个什么呢，生死里边，生死不明白，就是盲暗。如来是以清净道，佛呀指示出来的一个清净修行的道路。此须弥因之解脱，这是这个须弥因天王啊他所得到的这种解脱门，这种的这个法门。佛所行无上道，一切众生莫能了，莫能彻，是以种种方便门，净言剔观能细了。诸佛，十方诸佛所修行的这无上的道果，一切众生莫能彻，所有的这一切众生莫能啊猜彻佛的这种境界，佛的这种无上道所修行的这无上道，为什么能彻呢？因为一切众生这个无名所伏，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就不能啊测量佛一切的这种境界。因为众生不能测量佛的境界，那么佛呀于是乎就以大
悲心，大慈悲心，来呀，直视一切众生应该修的道路，用种种方便的法门，啊，使令众生啊，也能明白这个佛的无上道。这个道理就是啊，净严天王他呀、啊、体观审查体观，那么来研究能细了，他能明白啊这种的境界。如来恒以总持门，譬如刹海微尘数，是教众生遍一切，普照天王此能入。这一首偈颂是这个普照天王他所明白这种境界，所以他才说如来恒以总持门，佛呀常常用这个总持的法门来教化众生。这个总持法门又分出来无量无边的这么多的总持门，啊，这个总持梵语叫婆罗尼，啊，翻译过来就叫总持，这个大总持门，出生一切大总持门。所以说譬如刹海微尘数，这个大总持门呢就譬如那个刹海诸佛啊，这个刹度啊，微尘数，好像微尘呢、啊、诸佛刹度那么多的微尘数啊，那么多的总持门，是教众生遍一切，他开示教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各得其所应得的这种法门，这种呢总持门。所以说遍一切诸佛国土，普照天王此能入，这种境界这是谁明白的呢？这是这个普照天王他得这种的解脱门。如来出世甚难值，无量劫海时已遇，能令众生生性解，此自在天之所得。这个自在天王啊，他得的这种境界，他也用一个偈颂来说出来。他说如来呀出现于世，这是啊
不容易遇到的。所以才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啊，赞叹法的。那么这个佛呢，可以说是啊，无上，没有比他再高尚，至尊啊，最尊贵的，再没有比佛尊贵的。妙觉佛，这妙觉果位的佛，无量劫海十一遇，哎，这个那是百千万劫。这个呢是无量劫海，百千万劫啊，那没有这个无量劫海呀，这个世间那么多。所以啊，在这无量劫海才能遇到啊，有一个时候才能遇到，不是时时都遇到。能令众生生信解。那么这个佛呀，出现于世，能以啊令一切众生生出一种信心，生出一种明白呀这种的心，他能令众生啊依法修行。这是啊，这个自在天王啊，他呀所明白的这佛的境界的一部分。不但佛不容易遇，这个法也不容易遇，要百千万劫也不容易遇着这法。那么僧呢，更不容易遇，要没有佛法了就没有僧了，没有僧也就没有法了，没有法也就没有佛了。所以这三宝啊，这是最要紧的。三宝都一样的不容易遇，难遭难遇。那么这个讲经的法会呢，讲经说法呢，也是不容易遇的。你们各位想一想，在这个国家以前啊，有没有某一个人讲一部佛经由开始入世我闻到这个终了信受奉行，几千年以来也没有过一次？那么这就是最近呢，才有讲经说法的。由这个上，你呀，想一想，这个讲经说法也是难遭难遇。不但难遭难遇，而且还不容易明白啊！
你用这个苦口泼心啊来说这个佛法，这不懂语言的他说你那唱歌呢啊，也不懂那个意思，所以呀、啊、又要用一种的语言来把它翻译出来，你说多困难。可是这个困难的事情你要不去做去，永远都不会令佛法发扬光大的。所以在这个困苦艰难这种情形之下，还是啊要勉为其难，还要做这个难的事情。遇到也难，明白也难啊，讲经说法也难啊。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讲经说法，还有很多人说啊，这是干什么，在那儿做戏呢。可惜他们连戏都不会做，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也不懂个佛法，然后就说谤佛谤法谤僧，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啊，你说难不难？这不容易啊，有这个讲经法会，不单在这个国家不容易，现在整个世界到处啊正式讲经说法的地方很少很少了。佛说法性皆无性，甚深广大不思议，普实众生生净心，光焰天王能善了。这光焰天王啊，他见着这个佛的境界，又和前边呢那个自在天王所见的又不同。他说佛说一切诸法没有自性，诸法没有自性，我们是不是一个断灭呢？是不是就没有了呢？不是，它是啊甚深的，又是广大的，又是不可思议的。你要说深，没有比这个法再深的了，你要按广大来讲，没有比这个法呀在广大的，也是啊不可以心来思量它，也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它。可是啊佛啊用他这种大智慧威神力，普使众生生净性，他普遍令一切众生生出一种啊清净的正信来，
生出一种清净的正信。这是啊，这光焰天王能善了，他呀能善于明白这种的解脱的境界。